有冇議員？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繼續咧，我係針對吳克儉局長嘅扣減人工嘅修正案係發言。今次咧主要集中咧就係關於性傾向歧視嘅問題啦。嗱，日前咧發生一宗咧就係基督教國際學校咧係歧視性小眾嘅教職員事件，咁都掀起咧社會上好大風波嘅。唯因咧呢間學校咧就係位於沙田嘅，個名顧名思義啦，又係基督教啦，又係國際學校啦。就要求他的教職員呢是簽署聲明，是根據聖經道德規範、誠信規範呢要他們簽署聲明。聲明我讀少少出來，他說根據聖經對純潔婚姻是一男一女的標準，學校相信聖經教導親密性行為必須是一男一女的婚姻部分，列明從事任何形式的同性戀、亂倫、通奸、逆服癖、人受交、另一種性別認同、沉迷色情或任何會違反聖經性純潔或違反一男一女婚姻的行為呢，都違反有關標準或會受到處分，學校要求教職員簽署並同意實踐有關的標準。大家聽完就會覺得最大的問題呢就是一句講曬，就是要啲教職員簽署呢個聲明，就話自己唔係同性戀，又冇性別認同問題，即係冇諗住要變性，其實係針對一啲性小眾，而且咧將咧性小眾嘅取向咧同啲通奸啊、亂倫啊、人獸交啊呢啲污名化佢。嗱呢啲唔講啊，呢個層次。但係對於教職員嚟講，就係最簡單，就係話，如果你係咧，就唔該你自己走；如果你唔走咧，我哋就可能會炒你。咁呢個咧嚴重咧係。即是明顯呢是一個性傾向的歧視嚟嘅，即是我唔請機嘅，唔請變性人做我教職員。咁政府呢其實係有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嘅，所以呢我亦都係有去信呢俾教育局，即係話俾佢聽呢件事請問你點處理呢咁樣。咁當然政府就話係呀，政府係有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定明呢雇主是應該在招聘、晉升、調職、培訓、解雇、裁員以及釐定僱傭條件都要採取劃一的標準，不應提及性傾向。守則亦都指出，雇主在執行紀律處分的時候應一視同仁，不受個別員工的性傾向影響。這個就不用爭論，一定是犯了這個守則。亦都很多團體呢呢件事即係爆出嚟之後咧，譴責校方嘅政策干預員工嘅私生活啦，將性傾向同我頭先講嗰啲亂倫通奸相提並論，誤導歧視，同埋以威嚇嘅方式要求員工簽署聲明書，並承諾咧係遵守條款。呢個行為咧係非常之唔恰當。教育局咧作為國際學校嘅發牌機構，有責任係要求校方唔好歧視同性戀者，以免是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教育條例亦都列明，如果學校管理不令人滿意，教育局是可以將它除牌的。我因為其實這件事的就是我 有人向我告密，我就被記者知道之後出了來，我就寫了信給教育局吳克儉局長的。那局長呢的回覆呢，表面上啊是很正面的，我截錄一小段。他說，就基督教國際學校要求其教職員簽署聖經道德誠信規範一事，教育局知悉有關事件後，以提醒學校在制定及檢視學校政策的時候，應參考教育局通告第33/2003號平等機會原則及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員實務守則，如有需要學校應向本局或相關機構尋求協助，該校已向本局承諾會檢視有關政策及措施，並諮詢各持份者的意見，本局會繼續跟進事件以及在有需要時向學校提供適當支援。表面上是很正面的，即是說是啊，他是不遵守這個實務守則，
我已經勸緊佢㗎啦，如果佢有咩問題可以搵返我哋嚟幫助㗎，咁樣呢封信回信係咁樣，教育局嘅表態止於呢度。但係冇幾耐之後呢，呢間學校嘅校長接受南華早報嘅訪問呢，就話係啊，我哋學校呢就開個會㗎啦，我哋維持原判，我哋覺得呢，我哋一間基督教學校嚟嘅，我哋可以因應頭先佢話佢嗰條聖經道德誠信規範係去行事嘅。好啦，咁學校即係擺明話唔理教育局嘅勸喻，唔會改變佢呢個歧視嘅僱傭政策。咁教育局下一步係咪應該要做嘢呢？有冇做嘢呢？做咗啲乜嘢嘢呢？呢個呢今日亦都拗唔到嘅，我亦都已經再次發信俾教育局，用曬一切嘅即係黃國興議員講嘅 ABCDEFG 呢，要去攞返個公道，亦都提出咗喺立法會提出咗呢個口頭同書面質詢。我想講嘅返轉頭就係呢，教育局從來呢都唔重視呢啲問題，發生事嘅時候就按本子辦事，就發信去勸喻佢囉。但如果佢唔聽，下一步係點呢？冇㗎啦。其實教育局呢作為一個教育機構，應該呢係主動做一啲嘢嘅。譬如好似台灣咁樣去訂立性別平等教育法。但係返轉頭講，台灣其實呢都唔係話先知先覺嘅，都係後知後覺。係學校發生，曾經學校發生咗死人啦，搞出人命啦。咁呢千夫所指之下話佢後知後覺呢，先至開始去研究教育平等性別平等教育法。台灣主席容許我用幾十秒講一講台灣嘅個案。就喺2000年呢，台灣有間中學，有個中三嘅同學叫做葉永智，咁佢嘅性別氣質係有啲唔同，即係俗稱嘅乸型啦，就成日俾同學呢去欺凌嘲笑，平時小息呢連廁所都唔敢去嘅，佢呢係要上堂嘅時候呢冇人至敢自己去廁所。咁有一次喺2000年嘅4月有一堂佢去廁所嘅時候呢就冇返到嚟，後來俾學校發現呢佢係死咗，跌死咗喺廁所嗰度。因為呢件事呢自牽出即牽起社會關注，原來不同性傾向人士嘅校園欺凌問題係嚴重嘅，係要正視嘅，係要有法例去處理嘅。咁其實香港有冇呢個問題呢？當然有啦。但係有啲志願機構想去研究香港校園欺凌嘅問題，學校呢係唔肯配合嘅。因為學校如果俾你入到嚟我學校，發現我學校好多呢啲校園欺凌，咁我咪變咗人版，變咗校版，咪俾人哋話俾人哋笑咁樣。咁所以嗰啲志願機構呢只係用一個自愿網上嘅形式去做呢啲調查。咁教育局呢我相信亦都冇正視到呢一啲研究，否則呢佢會主動去推出一啲政策，甚或只係要求去立法去保障呢學校裏面不同性傾向同學佢哋嘅權益。其實去年都發生咗呢一個比較男仔頭嘅體育老師啦，跳樓自殺嘅事件。呢啲呢亦都係睇到社會上面其實對於不同性傾向人士嘅包容或者嘅歧視係存在，而政府呢係冇主動去做一啲功夫。咁另一個呢要算喺吳克儉局長頭上呢，就是關於性教育嘅推行啦。其實而家香港性教育嘅推行呢就只得一啲指引，但去到唔同嘅學校呢，啲老師點樣教呢，其實係尤其是啲教會學校啦，佢係會去逃避唔教，或者好快咁樣揭過。當然有啲好保守嘅團體呢覺得家計會教安全性行為都係鼓勵小朋友，即係鼓勵學生呢去婚前性行為嘅，咁就阻止嘅，咁呢啲好落後嘅思想。但係教育局我覺得作為一個即係主管教育嘅最高機構，喺無論係多元嘅性向定係性傾向或者性別歧視嘅課題裏面呢，都要主動做功夫。包括呢，如果而家發覺只係呢一個指引間學校係唔聽嘅，原來你內佢唔何㗎喎，就係、是、勸喻佢唔聽，再勸喻，勸喻咗九次之後佢唔聽，咁點呢？其實你問我呢，我就話佢可以釘嗰間學校嘅牌嘅，因為
就算不是直接受公帑資助，都是受教育局監管的嘛。那塊地肯定不是原有地價啦，是吧？一個學校來說，那如果他都不肯遵守這一條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那教育局怎樣可以給多些壓力他呢？這個都希望呢，我知道吳克儉局長就在芬蘭啦，副局長應該在聽的，那我希望他都會跟進。跟住落去呢，我就講總目173學生資助辦事處的修正案啦，總共呢有五條，1050到1054都是梁國雄議員提出的。當局呢在綱領呢提到繼續加大收回拖欠的學生貸款和打擊拖欠還款的力度。就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以及擴展免入息審查計劃這幾項計劃的。而根據香港學生資助辦事處的數據顯示，核下這五個大專生資助及貸款計劃本年度截至1月31日已經錄得16157宗拖欠的還款個案，較2012-13 學年整年是多出了500宗了，已經涉及的款額是高達 2.4 億元。拖欠還款個案佔貸款還款帳戶的比率是高達 10%。 為追討拖欠學生貸款，本學年呢有1520宗的個案是轉交到律政司，以及呢有718宗個案是入禀小額錢債審裁處是追討 欠款的。而根據教育局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呢，學資處設有這五個大專生的資助貸款計劃，涵蓋港府資助的學位課程、經評審的自資院校課程和持續進修課程。資料顯示呢，2013-14 學年截至今年1月30日，該處已經錄得拖欠還款個案呢是16157宗啦，我剛才講過啦，主要是來自擴展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是佔了8015宗的個案，涉及的款項是超過1億的。資料亦都指出，該計劃最高批出是超過31萬元的貸款。學資處指出，連續拖欠償還兩期以上的季度分期還款、六期或以上的按月分期還款的個案就會被為拖欠還款個案了。但由於各種原因，包括經濟困難或者患重病，就可以呢是獲批延期還款。截至1月底呢，學資處收到3648宗延期還款的申請，當中呢1877宗是因為經濟困難而申請延期還款，1771宗呢是因為繼續修讀全日制課程。另外一方面呢，學資處計劃加強在網站宣傳這個叫做智慧理財和拖欠還款的後果，以及派發呢各種有關的宣傳資料給貸款人，以鼓勵學生審慎理財，並呼籲貸款人呢在有還款困難的時候呢就向學資處那裡尋求協助。咁經過佢上述的措施之後呢，拖欠還款個案佔貸款還款帳戶數目的整體比率呢就由09-10學年的 12.45% 就下降至13-14 學年的 9.84%。 但是拖欠還款個案的數字呢仍然即是多達呢17374宗的。嗱，為咗追呢啲所謂追爛帳啦，學資處用於追討拖欠學生貸款方面咧，估計開支咧係2430萬元，主要咧係相關嘅員工嘅薪酬開支。資料顯示咧，本學年因為拖欠還款而轉交律政司嘅個案1520宗，1213年係2965宗，令截至1月底咧有
718宗是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經上述多項措施，本學年是追回多少呢？追回7900萬元的欠款。記住兩個數字，2430萬元的開支。吳永儀發言。